姜老师呢？我让他滚回自己家睡了。这是洗碗布，你用来擦桌子。抹布还分什么高低贵贱呀？那你怎么不用擦马桶的擦？没点什么用。我又不知道新抹布在哪儿，我能怎么办呀？ 在这干嘛？要不过来帮我拿，要不搬把椅子过来。拿什么？新抹布啊，就在这个柜子上。真有啊！哎，你什么时候放进去的？之前大扫除的时候。我就说嘛，你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 你准备跟我跟到什么时候？你还准备生我气到什么时候？我都已经道歉了。不知道，大概天荒地老吧。知道，你生气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你狐狸君就是我。不告诉你，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。这话我已经听了很多遍了。 因为狐狸君是你的，周传也是你的。还有啊，虽然我觉得送花什么的又土又浮夸的，至少比起我夏目漱石的绝版书来说，但是如果你喜欢的话，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一下。以后不只是情人节，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。 以后不许随便说散了、算了这种话。救命啊！我以后该怎么吃这小桌子？怎么在上面做饭啊？ 什么做饭？你怎么突然冒出来？哎，你穿这件衣服还挺适合的。是吗？嗯，果然我穿什么都好看。咱们今天不是商量定了吗？一起吃早饭。我先去上班，不吃。怎么了？一大早奇奇怪怪的。也没什么。催我干嘛呀？
吃早餐也行，那给我点补偿。祖川，你能不